你要唱什么都可以。还没唱完，嘿呦，车轮嘿呦，车轮车轮嘿呦。阿公 Lucy 是熊做运动，身体健康，精神好。Lucy， 你是哪会这么高 ？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维迪安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曾佩慈。我们今天来拍的 MV 是。今天阳光就是特别耀眼，特别热血。今天阳光就是特别耀眼，特别和谐。今天阳光就是特别耀眼，特别和谐。阿公 Lucy 是熊做运动，身体健康，精神好。Lucy， 你是哪会这么高？身体健康，精神好，规律运动不可少，没事常做健身操。看一下，看一下，最后一首歌。这个很好，导演就要这样，对，那很漂亮，很可爱，对，很可爱，就像在黑眼中看到了夏天，在拥抱你身上的气味，最刚好就在你的身边，在笑声中找不到结尾。快拦住他！他要跑了，他回家了。等下唱海参会哦。好。啊，不要不要不要！我想如果可以。好，可以。唱日文版，你要唱什么都可以。韩文版。嘿呦，唱了嘿。唱了唱了嘿。说老实话，今天来拍之前我有点小紧张，因为我知道我们要对戏，但是你就是得奖的女演员啊，所以我就想说啊，我会不会很紧张？我哪有得，我得什么戏剧奖？外文戏剧奖男配角吗？你之前跟我分享过，你有去写歌营，对对对，然后呢，就真的就是透过讯息，问说可以，就是要不要找时间一起写歌，然后他也是毫不犹豫，他就一口就答应，好啊，他一点都不严格，他是一个无边无际的制作人，就是、无边无际是什么？他没有框脚，因为录音也在那个，也是我的录音。对对对，然后那一天就是他就是基本上就是那种很鼓励的，因为其实我很紧张，李安就会说这很好，这不错，就是我不会学你，我怎么学那点？讲完之后他说那我们再一个，我们再试一个更 chill 的，对对对，很棒哦，很赞，你可以。